好的，现在进入了第二场比赛期，现在是我们的达州世纪2018中国区上海赛区的一个比赛。那么今天现在是第败者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的对阵的双方是 EVO 对阵 NAVTQ 留言。看一下出生点位，对吕。出生在上方的是黄褐色的神族 LoveTT， 而出生在下方的是蓝色的虫族 EVA。EVA 在上一场比赛在盖亚上已经拿到了第一分，那么也是拿到了赛点。如果他这场比赛再次取胜的话，那么他就能顺利的进入上海赛区的三甲。虽然说上海赛区的四个名额都是被他们四人占据，但是前三名的奖金也是非常的诱人。相信长白山之巅这幅地图的话，应该说还是对 EVA 还是稍微的有利一点，毕竟这幅地图也是一幅非常好进行一个拖把流战术的一个比赛地图。那么从实力上来说的话，应该说作为职业选手的 EVA 的 ZVP 的实力，应该说还是跟 NAVTT 比还是略占上风啊。好， NAVTT 还是很执拗的选择了一个双基地开局，而 EVA 在这里不知道会不会选择一个十二里外双的开局。不过十二里外双其实在这个位置有一些危险，就是他可以在这里堵一个房子，然后在后面造地堡。对，看一下 EVA O 9D， 哎，9D 开局， EVA 是一个9D 开局。目前沃森最新的赛况 TD 和 Hormone 唐永晨进军四强，最后一个名额在 BP 和 SYC 之间决出，也就是说这两员大将有一个要遗憾的告别中国区总决赛。对，之前也是柯达也是输给了这边的唐永晨啊，也是非常的可惜。嗯，好，这里 LoveTT 是选择了 BF 开局，而这边 EV 的一个九弟肯定是要逼迫 LoveTT， EV 这个九弟肯定要逼迫 LoveTT 至少补两个地堡，而这一个两个地堡的话让LoveTT 其实经济上非常的伤，而且这两个地堡的位置不好补，最关键是不好补。你补这里补这里，他有可能冲上去，你还要拖农民来堵这个路口。你堵这里，你补这里的话，他如果你地堡再少的话，他可以源源不断的补狗再进行攻。看他选择补在 BP 后面，看一下 LoveTT 怎么样去补这两个地堡。好， LoveTT 看到了9D的话两个地堡，这样补的话也就是说他把这一块路口全部让开，他要在这个地方补一个兵营，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补一个兵营，不然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来不及了，现在好像钱不够。LoveTT 在这里疯狂的操作啊，这个路口堵一下，用农民堵一下，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能拖多久拖多久啊，这个是拖不了多久了。好，死掉了之后两个地堡也应该因为不会选择回撤。对，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就知道六条狗打两个地堡是打不过的，但是可现在路口很开阔，他可以直接上到主基地。对，他其实可以从这里，他不用去面对他的 BC， 他可以绕开他选择逃避。EVA 的性格还是一个觉得打中后期 ZVP 他也并不惧怕你，所以说他不会把前期这六条狗堵在这样一个往上面冲的局面上。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上去他真的就掌握了很大的胜势。对对，这里应该说 EVA 是选择一个求稳，毕竟自己已经拿到了一分。这个时候如果是 F91 我敢赌他一定冲上去了。 F91 会不会开基地了？ F91 会一直抱狗直接冲上去啊，看到这个局面我直接冲上去，无视两个 BC， 谁让你放到那儿呢。好， EVA 的小狗操作确实很漂亮啊，这几个走位就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小狗有一个往回拉的一个动作。好，这里这一个兵营放下之后的话，你这样的话就很难，小狗很难往上面冲了，你毕竟要这样绕一下路。刚才不冲，现在我估计冲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对， EVA 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开局，就是科技，以科技来换取你第一波冲击的时间，然后通过这个时间来补充农民之后疯狂的补下基地攀升攻防，这样的话他和你打一个中后期的就是拼这个兵种的性价比的一个打法吧。嗯，看 LoveTT EVA 这边
就没有任何的变化，马上要升级基地了，马上。而这边应该说，疯狂踩起来再补一个 BY， 一个 BP。BY 补在这里啊，把进入农民矿区的路又封死了一条口。对，越封越小，越封越小，越封越小，越来越安全。因为这里还是很正常的一个开局，就是先爬科技。如果你是两基地，就双基地，然后提这个速度，然后叉子进行一波冲击的话，其实你到他门口的时候，他刚好有两个地堡、两个地刺，你又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嗯。好，现在 Love TD 补充了三个地堡。其实长白山之巅这幅地图开了这个二基地之后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怕这个口水 rush 的。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太开阔了，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要补多少地堡。对，其他的地图只有一个路口，你知道地堡造在后面，前面用一些建筑挡一下的话，这个口水是很难冲的。第三片充足，第三片矿。对，看到了三矿。好了 ，Love TD 还是选了一个很中性的 VS 的开局。而 EVA 这边口水池造好，我相信 EVA 过一会儿会提升这一个房子的速度。好，还是没机会侦查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开局。那么 Love TD 看不到啊，哎，挡一下，因为哎呦，没挡到。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挡不到的，毕竟他一上来就看得到这片矿，他点一下这片矿就可以穿过来。那么这里 Love TD 也是二期矿，非常的早，而这一个 VS 也是造好了 VC，VR， 哎，这个有点必输的感觉了呀，就是一个。半爬科技进行牵制骚扰，然后自己要去强行的开第三边风光，开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强力的暴兵的打法。现在 EVA 也是 ，EVA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开局，就是慢慢的再补充一些口水。嗯。这里好像 Love TD 也是没有任何的动作啊，就是 VO 等着这一个飞机的主。只有出一些航不是航母，出一些海盗。对，这个海盗的作用仅仅就是侦察，有机会杀个房子，没机会也要看一下你到底是出的什么样的兵。海盗杀房子还有一种优越感的，我比你跑得快，我还能打你。但是下面有兄弟啊，这个。下面有兄弟，兄弟能一直陪伴着你吗？天荒地老了。好，还是两个 BV 放下 EVA 的打法也算是万年不变吧。就一个口水配一个房子，大家永远一起行动。一个口水配很多房子好吗？好，其实 EVA 这套打法，其实看到海盗其实是一个很高兴吧，就是因为它中期经济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嗯。好，放下一个。我觉得 EVA打得很稳，就是他每一次都要在基地里面先造一个 BC， 就是怕你这样强行叉子这样直接冲下来，因为他只有少量的地刺和地堡防守住自己的分矿，如果神族一旦强行冲进来破口的话，其实会打乱自己整个节奏。嗯，那么他先在这里补一个地堡，防患于未然也是非常的不错。去把那块矿踩了，从那个矿口里偷袭他一下。对 ，Love TD 现在要开三矿 ，EVA 也是没有看到要开三矿。其实 Love TD 细节也是做得很好，就是 EVA 其实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地刺来拖延你开三矿，而 Love TD 在这里已经一个 VO 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少量的地刺加狗过来也是只能有来无回啊。这些神族的高手都是会改变一些自己的建造顺序，让自己取得更多的优势。他们都是经过，其实 EVA 这里想的是我小狗加地刺很容易的，只要一埋下来你这一定要让开，但是没想到 Love TD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叮，对，已经有一个叮当了，那么应该说这里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EV 也只能选择回撤。 EV 果然还是三矿六基地的一个暴兵啊，三矿六基地爬攻防升三级科技，在一个兵力和科技最快点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好 ，Love TD 少量的部队也是让自己开出了第三片风矿，那么 EVA 这，我相信这一盘又会是一个大场面的一个战斗。Love TD 这里兵营并不多，但是兵力很到位。但现在都在停滞状态啊，都没有再造。
对，其实这个时候你感觉这两个选手的兵其实没有动，其实两个人的无论是思路还是这种，你如果看他第一视角你会看得出来他在到处都在点，到处都在扩张。我还以为你说心动则动呢。对，心里面在动，但是心里在动，但是表面静止。对，表面仅仅是这个游戏画面静止而已，这些兵静止而已，其实他们的画面上应该是还是在到处在飞的。哦，他们是在多线观看，多线看看，看哪里多线操作，哪里有操作的地方，看看哪里需要操作，对吧？一直在切屏，我懂了，原来手速是这样来的。好，现在应该说这一波七个叉子。好，因为选择开四矿也是一个打破平衡的办法，就是说你开三矿，我开四矿，我永远多你一片矿，攻防不吃亏的情况下，其实我并不是太怕你这样一个神族的部队。因为一攻一防，而 LoveTT 这边是选择了一个到处想冲一下，到处想找一下有没有机会去冲击对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对手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做得很好，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 LoveTT 也是爆出了大量的闪电，准备进行中期的一波进攻，而 EVA 这里很悠闲地开出了自己的第四片分矿。两个人这样一波进攻应该说就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了呀。这样好， EVA 准备要开第五矿吗？四矿刚刚开启，三级基地也是攀升完毕，马上造下歇巢，造下歇巢之后马上就是要汇聚到大象，这里用少量的小狗清掉，想赚一些闪电的便宜。好，占掉了一个闪电便宜吧，一对小狗换一个闪电其实还是凑合的。对，但是现在 EVA 的小狗反正放着也放着嘛，没用嘛，反正到后期也是炮灰，往前面 A 还不如去换对手一个闪电。这边应该是六个闪电，然后 LoveTT 也只能选择防守。好，现在看一下 LoveTT， 哦哟，好的。对，准备爆兵了呀。对，十个左右的兵营，而这边是拉 EV 也是没有准备进攻，就是两个人拼发展拼运营拼到后。对，其实他们两个不是不想攻，而是没有找到机会攻，两个人都没有找到。对，做对这两个人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细节其实如果他们两个如果是打一个稍微弱一点的选手，有无数的机会都可能已经将对手冲死了，而他们两个在打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确实也是没有办法呀。其实他们很像说，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两下就 A 完呀， A 不完就没机会啊，就找不到机会去 A 对手。对，这个包夹又是想找机会。对，这里就有点小亏了，两对狗去换一个闪电就有点亏了。不过这些小狗其实的作用也就是跟你用这个，对，小狗是用水晶产的，闪电是用气产的，它用水晶来换你的气体就够了。好，现在又是源源不断的小狗等着，其实 EVA 等的就是 LoveTT 来冲它，它已经布好了阵线，结果 LoveTT 不冲。LoveTT 不冲，然后开矿你也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对，现在应该是。对，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呀，这里。对，应该说这里 ，EVA 一直想找一个地方来突破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每个地方都是有这么多的防守部队，那么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好，现在两个人又要开始缠绵了，这个大量的小狗部队，大量的小狗部队要进行一波冲击。都在一个屯兵的阶段啊，两个人现在谁都不会主动的去
正面的让自己的主力部队跟对方产生一个正面接触。来看一下兵种构造，现在这边是 The Lot 加龙骑士加闪电兵加三个影刀，这基本上是神族的一个兵力状况。而虫族这边蝎子、牛、刺蛇、狗、地刺，好全呢、啊、非常全面的兵种，什么都有了。这样的两个部队海陆空全部都有，还有特种部队，还有武警，拉夫全部都有了。LTT 也不打你，反正我来开矿嘛，大家对开。因为说现在搞的全部是军事训练跟演习，因为说我开的比你快啊，我始终要保持多你一片分矿，随便你开。好，现在我把这个路口也封起来，我把这片矿再开起来，再开起来乱矿。其实怎么说呢， LTT 现在两个人的心态是一样的，你来冲我吧，我站好住位置了，你来冲我吧。嗯，然后EVA 的心态其实也是，就 LoveTT 的心态也是，我也站好位置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呀？你看位置站得多好，位置多好，给自己家全部安上了防盗门。对，真的是两个人都是不想选择进攻，两个人都是以步攻来攻啊。这里看谁，哎呀，谁攻谁受损失啊，我发现了。对，看谁忍不住啊。我布个阵，你进不进来，你进来你就进来多少吃多少呀。天哪，我觉得这一幕太精彩了，一个叉叉在路口打了几条小狗啊？三个呀。不止，你骗自己了，一个叉叉能打十条小狗了。哎，但是视觉效果好好，就看着猛而已，而已，而已。好，你终于开始，就关键其实怎么说呢？神族没有一个部队可以像蝎子这样过来。这个红血喷的好失败啊！不，就没有神族没有任何一个兵种可以过来像蝎子这样，就是。吐一口血让你的部队整支部队下降战斗力，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部队。嗯，而神族其实在中后期他可以像 PJ 这样，有啊，其实有类似的啊。 IP 的冰冻啊、嗯、IP 的冰冻其实是减弱你部队整个的输出力量的，但是有时间，就是你冰冻了你一定要攻，你知道吗？就一定要攻。而蝎子不一样，蝎子吃两口血、哦、吐了你之后你就永远就变成，永远都变成残废了。对，其实神族在中后期一般会选择一个出飞机场，就是爆海盗，然后配合金甲转宇宙天空流的一个打法。他一旦转了宇宙天空流，对你进行一个多线的骚扰消耗，然后最后再可以进行拼、哎、红血啊，直接让部队全部变成高等残废。那神族很可怜，他的阿比的冰冻只能让你变成植物人，过一阵还有醒过来的可能。对，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啊、这里一个叉子，你看我们数一下，一个叉子一旦被吐了一口红血之后，他只有60滴血。嗯，而且这60滴血是护甲，60个护甲，而一条小狗有35滴血，而且它的攻击输出这些要比叉子来的快太多。也就是说叉子一旦被吐了红血之后的话，根本打不过小狗，连狗都不如呢。对的，就是这话说的，就是连狗都不如啊。好，一口雾来呀。哎，我看到两个金甲，有点怕。金甲也是个好东西啊，金甲在后期进行消耗的时候真的威力无穷，但是一条小狗都会给它带来一定的伤害啊。你不要靠近我，靠近我我就打你哦。哎，那个是那个那句话怎么说，你不要靠近我，靠近我我就抽你，是谁说的？你说的呀。说谁的忘了。谁这么讨厌，值得我这样去说了？对的，我想，哎呦，你看这黄雾啊，这个蝎子把这里连成了一片自己作战的海洋，让神族就是简直，哎，你就找不到你自己的兵，你说你怎么办？但是金甲在里面很猛很猛啊，金甲的威力也不要小看啊，在雾里。金甲藏在雾里，它其实也是对你造成伤害的。对，虽然你部队猛，猛是猛啊，但是金甲。有必要这样吐黄雾吗？有，还是。展示你的蝎子多是吧？红血啊，现在就应该来红血了。好，现在应该说在这一个消耗战里面的话，两个人还是打的一个五五开，不过 EVA 这笔要比 LoveTT 多一片分矿，而就是这一片分矿就多出这一片分矿的话，应该说 LoveTT 就非常的难受了。在整个大局上来说， LoveTT 有点吃紧扛不住了的感觉啊。 LoveTT 的兵在哪里？ LoveTT 加油， LoveTT 出阿比特去了、啊、不是吧？ LoveTT 只要受不了红血的侮辱，对，出阿比特这片矿就要掉的。现在这波兵在 A 出来，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挺住啊，顶不住了，只要这一片矿，这片分矿一掉的话，那么应该说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毕竟 EVA 现在的分矿比你多，然后兵力的构成也比你来的科学。顶住，传说中只要晚上你面向东方默念50遍顶住就顶得住。骗自己了啊，
没有，我朋友考雅思，他是这么给我规定的。什么？就你默念50遍，他能过啊？啊？有这回事啊？那我、啊、那我也默念50遍，我要拿世界冠军，行吗？可以啊，回家好好念，一定有用的，相信我。现在牛开始上来，冲上来，两头牛，一个拉克，哎呀，又来了，兄弟啊，牛兄弟来了。小狗从这旁边绕了过来，小狗的火力输出才是真正的火力输出。我刚想说这两个牛不行呢，没想到就来了这么多帮凶，还是不行，还是不行，里面还有三个地堡呢。就你以为只有你补兵了，我不能补兵的了。这里兵是 EVA 的兵是源源不断啊，真的是真的是 A 城的一条直线。你就看一下小地图上蓝色和土黄色的一个比例，你就知道谁占优势。谁占优势？已经是大片的河山都已经属于蓝色在统治了，至于其他的，只是一个收复失地的过程。天哪，好可怜的 LoveTT。对，这里应该说 LoveTT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片风光再被 EVA 冲掉的话，那么 LoveTT 就将失去整场比赛。那么 LoveTT 也是做出了最后的反击啊，一对叉子冲了过来。我已经有点糊涂了，这是他们两个的第二场比赛。对的，第二场比赛。那么也就是说，这场如果说 LoveTT 葬送了，他也就没有再向上挑战的这个可能性了。对对对， EVA、Zergling 还有疯子就是已经是中这个上海赛区的三甲。那如果说 EVA 战胜了 LoveTT 的话，在接下来的一场，他将要面临的就是 Zergling。对，又是一场 ZVZ 的战斗。又是一场 ZVZ， 两个人拼实力啊！阿比特来了，阿比特来了。阿比特来 了， 特来了在对地啊，阿比特来了没用啊，阿比特打牛打到死啊，这个阿比特攻击力10，牛有400滴血，6点防御。关键是你现在你阿比特能罩着的地面部队太少了，就罩也罩不住啊，这里有这个好吧。对，有房子。对虫族来说出阿比特我觉得是真的很，就比对人族要出阿比特的效果要差很多。对对对，虫族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部队构成啊就不是太怕阿比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选择一点类似于天空宇宙流的打法，我觉得来得更好一点。好，现在就是 LoveTT 还在死守顽抗啊。 EVA 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获得比赛胜利了，也不管了，就在那里随便乱 A 了，然后不停地造兵，保证自己的兵在出钱在花，然后乱 A。 对， LoveTT 应该是守不住了这一波兵。LoveTT 很执着，因为这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才换来的一次比赛的机会，虽然说出现了，但是如果能够再赢得一场比赛，那就是锦上添花。因为这两头牛都 A 傻掉了，就已经五房了，五房的牛很硬啊，已经没办法。这牛想采矿啊，牛很傻你知道吗，很硬很傻。他在干嘛？他设计巡逻吗？不是，他是 A 他想 A 上来，但 A 上来发现撞到钢板上来，撞回来了。哎呀哎呀，然后回去，然后呢再 A 吗？对，他说我不信就回去了，就跑回来转一圈，我不信 A 不动。我请问一下 OB、哎、这个画面有那么好看吗？就哎呀呀这边又放下一片疯狂啊，在三个房子的监视下，老七居然放下了一个基地。对，其实说实话，这个画面就已经体现了 EVA 现在的心态啊，就乱 A 流了呀。不然我们拿摄像机对着他，让 EVA 跟镜头打个招呼。就你敢跟他，真的不能这样。你这样，你敢去对着他的话，因为真的敢打招呼啊！这样的，哎呦，一口红血！哎呦，红血喷到自己，喷到自己人了。自己人也要捡血的好吗？不带这样的。好，这个 LoveTT 还想开这片风光，应该说这片风光开不出来 ，LoveTT 就会退了。而这里 LoveTT 刚一走，这些兵力刚一走 ，EVA 也是冲向了自己的。这没办法，现在你就是，就算你的兵力在，你也没办法抗衡说成熟的这些牛和狗的组合。对 ，LoveTT 打出了 GG 了，那么恭喜 EVA 获得了赛的胜利，也是顺利加入了上海赛区的前三名。而这样之后呢 ，LoveTT 是带着一个出现的喜悦进行了这样两场的比赛，但是留给自己的可能是没有战胜 EVA 的遗憾。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因为你出现了，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进行准备中国的总决赛，带着崭新的实力。挑战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高手，看看究竟有没有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总决赛的机会。